并没有在我们的歌星单里面。今天晚上呢，是特别特别特别，把他的这个歌唱节目要献给我们文理双联会，因为他知道我们文理双联会呢非常有这个爱心，所以他今天晚上呢也发挥他的爱心，好，因为他今天晚上呢根本呢我们没有把他排在这个歌星单里面，但是呢他为了呢要向呢所有的我们双联会，还有当然我们的 CC 我们 CMC 所有的理事朋友呢跟他说跟你们说一声谢谢，所以他呢也想要呢上台来高歌几曲，所以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荣幸能够看到他呢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唱歌。他是谁呢？ Who is he? 他呢就是我们电影的881里面呢非常非常多歌曲的这个原唱者，也是我们马来西亚呢唱片红星 Superstar， 也是我们动尾调躺贼派压威不躺水的原唱者。在场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侯美仪，你们好吗？好，给我一个热情的掌声跟反应听啊几位。多谢感谢，听了真开心，心情真正爽、很开心也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参与文理商联会慈善之夜、文理商联会文理商联会慈善之夜，谢谢主办单位以及谢谢我们的荣华娱乐制作，谢谢。我带来的这首歌是我的新专辑的一首歌，但是这个专辑呢在新加坡还没有发行，歌名叫做《滚滚蛋》。那好多朋友都在等我的歌曲啊、所以呢这首歌呢可以配合我的心情，因为这张专辑呢筹备了整整一年多，而且呢 MTV 是在这个月才开始拍。那这张专辑里头的这主打歌非常适合我的心情，所以在今天呢我也有带来我的专辑在现场售卖，那如果有意思要购买我的专辑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音响，除非刚才这朋友已经支持了两张，谢谢你哈帅哥。那接下来呢带来这首滚滚蛋来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你爱当哈密就当哈密咯，总之这滚滚蛋大家最好一点就滚滚蛋了。
一首全新的创作歌曲，希望朋友们会喜欢。好，那接下来呢，我再带来的下一首歌呢，也是同样收录在我新专辑的一首歌，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非常的感人的这首《想你》哈，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那我想这两首歌呢还很新，那现场朋友不是说我这两首歌，我希望在今天你们听得到，会很喜欢我的歌曲。